在他执政期间，他建立起绝对君主制，他宣布L'état c'est moi，我就是国家。他开疆扩土，为法国征服了很多领土。他发动了一系列战争，包括法荷战争、大同盟战争等。今天法国版图的雏形正是在路易十四时代形成的。他统一了法兰西内部，1667年他发表了路易法典，作为国家的基本法，规范了上至国王下至平民的权利和义务。纵观波旁王朝的前历史，宫廷充满了阴谋、狡诈、明争暗斗，这要归结于前两位国王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的矛盾。路易十四让宫廷变得单纯化，变成以国王为中心的家庭布局。路易十四在位72年，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。他重视各项事务，军队、宫廷、财政、宗教、艺术，鼓励了各个学科出类拔萃的人才，建造宏伟的宫殿，成立强大的军队。路易十四是虔诚的天主教徒，他严格整顿教会，甚至不惜对抗罗马教皇。这时期的法国天主教重新恢复了威望。这华丽非凡的建筑代表了法国历史上一个权力时代的崛起。Château de Versailles 凡尔赛宫的建造是路易十四集中政治权力的策略之一。位于法国巴黎西南郊外的凡尔赛，原址是一片森林和沼泽荒地。1624年，法王路易十三买下了这片荒地，修建了一座两层的红砖楼房，用作狩猎小屋。路易十四登基不久，发生了两次投石党叛乱。路易十四决定将王室迁出这个混乱喧闹的巴黎城。1660年，路易十四请了两位园林家，在这个狩猎小屋的基础上建造新的宫殿。1682年5月6日，路易十四搬进这座巨大的宫殿，贵族们也搬进来，成为宫廷内的成员。宫中经常举行场面浩大壮观的典礼、舞会、狩猎等娱乐活动，贵族们都必须参加。据说路易十四技艺惊人，当他进入大厅，一眼就看出谁在场，谁缺席。因此每个想得宠的人必须每天都到场。路易十四让这些贵族们沉溺于博取国王的宠幸，渐渐丧失了自己的权力。凡尔赛宫成为欧洲的贵族活动中心、艺术中心和文化时尚的发源地。在其全盛时期，宫中居住的王亲、贵族、主教及其侍从仆人达36000名。在凡尔赛还驻扎有瑞士百人卫队、苏格兰卫队、宫廷警察、6000名皇家卫队、4000名步兵和4000名骑兵。卢冈提亚诺、大特里亚农宫和沙都德玛里。马尔利宫安置国王众多的情妇。没有一个王朝像路易十四时代那样拥有如此多伟大的作家、画家、雕刻家、建筑家和舞蹈家。在17世纪的法国，跳舞是社交礼仪，是贵族的标志，跳舞不好
他简直就是屈辱。所以当时的政治人物必须会跳舞。路易十四每天除了练习击剑和马术，每天必须数小时的舞蹈训练。芭蕾起源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宫廷，而古典芭蕾是路易十四创立的。1653年2月23日，路易十四在为他量身定制的宫廷芭蕾舞剧《皇家芭蕾夜宴》中扮演太阳神阿波罗。曾经参与过投石党的敌人也都作为演员在舞剧中伴舞，整个宫廷都获邀来看国王跳芭蕾。路易十四身穿金色舞服，头戴太阳火焰装饰，脚蹬特制的高跟舞鞋，仿若光芒四射的太阳。根据西班牙一位外交官的记载，观众拿到票后，光是排队入场就花了3个小时。整场演出据说有129个舞台设计，持续了12个小时。他用芭蕾的方式来彰显王权，宣泄情感。1661年，路易十四创立了皇家舞蹈学院，确定了芭蕾理论，所以芭蕾术语以法语为主。1672年，路易十四创办了第一个专业芭蕾舞团，即现在的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。路易十四一生担任过40部大型芭蕾舞剧中的大约80个角色。或许是常年练习芭蕾的缘故，路易十四身体健康到他的儿子孙子都没等到王位，重孙才有机会做了路易十五。由于芭蕾需要音乐，路易十四又创办了音乐学院，御用作曲家Jean-Baptiste Lully 吕利和剧作家莫里埃专门创作，200名乐手的乐队演奏，奠定了法国歌剧的基础和日后巴洛克流派的基础。